退房吧，华山上顿马，大唐上顿马顿上了。我搞不好还没一宿我日了。冰川冰对面的，冰川冰对面四号，好吧，把四号冰了。冰四，冰四，宝宝清四。所谓的国标不怕大客人。化身好快，他比你化身都快，把你变成这个。不是马啊，他那个应该是马。大唐配不了大唐，他虽然快，但伤害低。他妈铁光辉的保不住就没办法了。还有两只，还有一只，哎，死不了。糖果宝宝顶大啊，你继续冰川冰那个宝宝。大行的话，你自己带野兽了吗？带了野兽。自己带的野兽补野兽吧，野兽补了吧。冰川继续冰冰四号宝宝，继续把他四号干了。我怎么听不到他说啥呀？你是外卡都是？那不再近，听到声音吗？听你们能听到，文哥我也能听到。那听谁听不到？我操！这两个效率，他大唐，他大唐一定是马。哎，你没有？不，你怎么知道大唐是马呢？他比我都快，那边大唐，你说是不是马？你别闹了，你先拉了防御圈，他有嫂子呀。那肯定有的。妈对面地府比你快，你看了啥呀兄弟，你这。那比我快不好事，地府比我快。这地府比你快，谁比你快？还是华生比你快？华生比你快应该是。那我。这边华生比你快。哎累了还，你大胆砍四好吧，砍四法系兵五号，把五号兵龙宝宝干五号。哎。谁开你自己开，虎哥不开，我有金青，他觉得我肯定放了，我下巴还是有金青。可以收猪枪啊，舒服。那女生应该是个超慢的，打了个绿了一个，哇！要不下到地府、啊，不给他光辉了，虎哥。我想点杀，点对面的法系，把法系点了吧。哎，算了吧，大难出好吧，好吧，宝宝出了，宝宝出了，我上个盾，不放。你法系继续冰五号，宝宝继续干五，没必要，没必要，你收诸天了，收诸天，先给法系收。不是按过来是不是？我有金青，他不会弄的，他也知道我有金青。哦吼，这伤害我你妈的！我这四号、四五号也是死不了，慢慢打的。他没什么跑，没什么血了。我敌人性了，敌人性我罗汉罗了吧？地府给个王亮好吧，给王亮。大唐的话砍五号，宝宝继续干，我不相信搞不死他。
我操，还是跟不上。大上得上盾，好吧，和尚活就活孩子。糖果里宝宝给孩子顶个大金，给孩子顶个大金呢。宝宝亲几？宝宝亲几？快说。宝宝亲三吧。他想抢，地府的乌拉法器发起了上盾，和尚继续活孩子，好吧，孩子活了，你大狼砍伤宝宝，继续干三，来吧。地府够了，流云诀够不够？我还有医术，我操！马过来还是？这说明他超级慢。下把一定没事，这把一定没事，雷云宁是这样的。你是不是一把 GQ 是吗？捏着。没有，我放罗了呀。罗汉。这我是比他快多少？这是。四号怎么还不死？三号。你本身就比他快一个特技啊。是我本身比他快一个特技。大唐上塔吧，好吧。法师没带珠子，要了命了。说了检查珠子，检查珠子。火举火法师，法师把塔上一个，大唐把塔上一个，上塔。地府给我补个流云诀，把流云诀补了。他会不会碎玉我啊？有可能，我扔开你吧。扔开我，对你扔开我。他万一碎玉我不裂了。他不一个特技，他大卡，也打是一样的。他想用长驱来点死法师，你知道吧？忘记带胡子。你没顶大金啊？几个个法防。或许好看啊。啊，我倒觉得他是长虚的，你还说他贪？那倒也是，我操！我幺六三，你有幺六三的，你知道吧？不是那个，你有幺六三。大唐封印自己开一下。大浪孩子自己把封印开一下，好吧，开一下开一下，你活就活法就把法器活了，我这不得上盾了，还得上盾。大唐只能丢流打，只能丢流打啊！那个法器糖果，李宝宝给我顶个大，糖果李宝宝给我顶个大。衣服毒都可以啊，回点血吧，有点受不了我们血量。没毒啊，我光他破甲了呀，我都没光辉呢。光辉也行。大浪是给孩子丢流打了吗？好了啊，我们还点这真是执着，我可以轻轻，你死了能活，还有一只再省一只就够了。
哎，可以。孩子还跑了，命好说，命好。我给金庆吗？不走金庆，不走金庆。你冰川兵五号大单砍五号，把五号砍了。我们这边不点，好吧，不点不点，憋着他们。谁地府去反吧？对面流程笑料，对面流程够大。没笑，光辉你了，说完了。你化身退房都行了。没有，我把孩子保了，我把孩子先保了。他这个保孩子，哎，我这保孩子保的有点宠物，我的孩子没什么用，孩子没了。他拉血你是啥意思呢？快把法师秒死，他觉得我不会顶血。怎么可能不顶？哎，反正我能给他吧。那行吧，把你放完也行。这孩子没什么用，你知道吧？主要是那不配速，我操，这孩子拉出来没用了。确实。得死吧，放个马去。他们这边怒很多啊！他们这个谁啊？对，他们的法系也够的，他们地满，法系满，化身也够，化身也满，化身丢了好几个破甲了。我把罗汉盖了，我可以把罗汉盖了。可以，你盖罗汉，法系放金签，我也给金签放了小锁啊。不，法系放金签，我罗汉，法系放金，地府毒回点血，好吧，大唐叫个宠，法系的宝宝给大唐顶一个，我自己顶一个，我自己顶一个，你们劈了他，虎哥，你把他劈了，我自己顶一个。好。你没事吧，文哥？你跟人家四号一下子死，一下子一碰就死。我把五号先砍掉。我们这波必须金青保一手，保一手小锁。就要被空切了，他妈的，有点感觉，有点危险。对面大蓝扫过来，有点把我们大蓝空切的样子。我没速度，却没医术了。我没凝滞，是因为我没凝滞的问题。还行，销售没中，宝宝先出来没问题。先走，这边好贪呐、啊！我把剑扔了，他出不了，他怕出不了手。把剑扔了。他们全是壁垒，未必能死。有二号三额，一号也三额呀。杀了，都死了，得了好。我人拉起来，直接活就活了，好吧，几成人心了，五成人心，把他们大堂扫了，好吧，把他们大堂扫，把他们大堂点了来吧。有秦三六，秦三六，没有秦三六的话，是竞技五啊，对面队长啊。他肯定没秦一，那不刚放了剑秀吗？那个三十点愤怒音没有竞技五，刚上了塔。刚放了剑圣，肯定是没有的。还好没有，妈的，有的话被笑掉，出不了手了。有的话他也笑不掉，有的话是满分的嘛。我操，他这个大堂这么耐的？我们大堂没被动，他妈的。不是他耐呀、啊，是被大克呀、啊，防御圈、啊，咱也没金刚、啊，应该砸个钱死了吧？他快呀、啊，关键是，他比我快，他快了，没必要。糖果李宝宝给大唐强吃个五龙啊！糖果李宝宝给大唐强吃五龙，化身你够六灵芝吗？把那灵芝灵了，法系的起个速度圈，我给你速度圈就行了，给你速度圈就行。你速度圈也行，法系的话你这边按手防好吧，房子，法系按手防房子，快点。有小四海没啊？你画什么？不要小四海，顶个小四海好吧？没有，我就四个顶了，玩皮子了，不了。我看到有小四海了，没事，我看到有小四海。这把你速度了，这把你速度了。
我们这还是两套漫天的伤害，他妈的多了，这是你被极限克。这回倒是真点，不过你有速度，这回是这回我也输了，那就继续点对面大堂呗，很简单呗，点对面大堂好吧，你地府点他消失，点他丢四魂把他干死算了，行好吧。看个宝宝这个大堂卡大啊，别带别别那个大大双砸了，没事，没大双砸了，没有给，没有给他要单抽的话点一大堂，大堂 也可能会死的呀，有可能，不是有可能，百分之百。他也点过来了，他们点过来了，他们大堂出不了手，他们大堂出不了，但是他们法系，我的个妈哟，单抽大堂必死呀，就看看我能不能保住了。可以单抽法系死不了，法系还好，单抽法系死了，他们死了，大死亡进去啊，老弟。差点他妈弄死了，还有三个三个，两个，一个就一号扇，三个，一三都是，三号已经打过来扇宝了吧、这个？这个没蓝了，好吧。无所谓，我先立个塔，我要立个塔。宝宝三号，三号很容易死啊，三号干死。对面这不还要点上吗？行啊，对面这不还要点上？你妹的平砍点杀！我还拧了行吗？你一定有意思，我把拧了你，别给我。你换身宝宝拿大堂，大堂出个手吧，好吧，你把他拧着拧了吧。他们大堂加了多少血啊？他刚活了多少血？这么注意啊？活了四千多，活了四千多，现在半血差不多。不行，没必要。你活这么血，你也干不了他呀。没必要，没必要。宝宝二号吧，一号没蓝了。关键是我也忘了让大团出宝宝了。他就一个七宝，哎，他就一个七宝。啊，女儿身经脉都有问题，破伤花了没有？第一个经脉是错的。大堂没有补刘文爵是吧？我们大堂出的是马吧？啊？应该没有地心快。大堂是马一定比地心快。不，我们大堂出的还慢。你活血活大堂吧，大堂活了好吧？我把地心封印死。砍他一刀吧，你砍他一刀。地心啊，大堂砍地心一刀，大堂砍地心。法系拉起来好吧？法系拉着点地心取秒好吧？法系自己拉起来点地心取秒。地府给地府毒回点血吧，我们这把血说啥都要能滴。我怎么想五龙开花生的？那你选择他不会点我的，我操！我先把我自己开大厅，你干点别的呗。这个锅甩个无魂，毒了呀！那个要毒呀！毒吧，毒也没问题了。我感觉打算比他快，马加速度圈加15%，25%相当于。一定。差大能出不了手。有打吗？宝宝有打吗？
把谁拉起来秒了呀？八千。那法师还大唐要死是吧？对，大唐大唐八千杀了，大唐杀了八千。我把对面的化身者强封了，我把化身强封了。剑斩者斩对面大唐，把电大唐斩了，好吧？法师点让他秒 ，OK， 点他秒就行了。我活血，我活血神魔。活血法师，对你活血法师，我宝宝拉一下啊，我宝宝拉一下，再来个宝宝拉一下吧。化身宝宝再拉一下吧。我宝宝拉一下神木的。OK。房子大灯起不来，我得喝上顶个大金。他大灯扫不出来，他想啥？妈的，一刀五千！对面主要还有只虚弥，坏了，这虚弥还要压大唐尸体，砍死啊我的哥啊！可以，我们应该死不掉吧？没关系，针他一下就好了。你有针吗？还没针了吧？我有针了，有针，不然对面也有针了。对面也有针，自己真女儿跟他换呗，跟他换呗。行了，我真女儿，我真女儿地府炎的好吧？和尚活就活大的嘛，当然活了。宝宝一号吧，大浪砍一号吧，一号砍了吧。炎，我们炎跟他换，跟他换。地府要炎呢，对不对？我想说大唐死了呀，他换虚弥的话，没人管的。他未必会换虚弥的，他换虚弥。化生没宝宝，他化生没宝宝，不关心你干啥呢？我想知道。他化身比我们化身快，死不了，停。对，对呀、啊，肯定死了呀，你没必要护着他的呀，我女儿啊。划到我身上呗！我操！明显的换虚弥，这个意思。哎，对面他们还没有，我没扔了好像，我没扔了。我先把你活了，我先把你活着扔，先把我活了吧。那你给轮哥，那你人给直接卡大的，他怎么可能会拉虚弥呢？他女儿他不可能拉虚弥的。我上个盾吧，我上个盾，你地府给他地府，你地府给他扔不了武魂。我不管，我继续演啊，我你演你继续演继续演，我给他们地府甩个武魂算了，我操了，他要中脑子下巴直接吃上行里面起来。来吧，看他地府行不，看他地府怎么说吧。我拉了，我已经拉了。你拉了我的下巴金青。这就是我怕的文哥，就怕他飘着化身，所以你要人顶个大，一旦飘着化身你就没了。人顶个大，对面秒过来我也死啊。他赢了，人顶个大秒了死不了啊，他秒不你三十多血量。宝宝也不神。累了，真的是，是不是没拉起来啊？拉起来，我宝拉的，没拉起来。你的触宝宝没单位的朋友。我操，我宝宝拉吧，我宝宝拉，我罗汉罗了，好吧，你换成触宝宝。我，你大唐也触宝宝啊，我罗汉罗了。你没必要罗文哥，你封他法系不行吗？封他法系下巴再罗吗？可以。对呀、啊。我为了安全起见，我读一手吧，不要读啊，要读要读啊，猝死吧，是要读要读。我抽签，哎呦，这波确实有点冒险了，放血太惨了，没看到放血。我抽签，没关系。是呀，他怎么揍你啊？揍你不罗就亏了。他一个单法系怎么可能揍我？你有罗对吧，后边？有，我罗了。
我其实我有罗的，我也是罗。花头肯定不能罗，你得活血呀。哦，那也行。不过要妄想体验的话，你求轻都行，我有罗。哎，散了，听我散罗了，他的文哥来吧，麻烦。我出的马。那文哥进行我地府罗怎么说？大唐砍地心把地心砍了啊！不，我来罗吧，我来罗，万一把他笑掉，我来罗你地府给那个地心甩个无魂，好吧？甩个断线步，大和尚把大唐活了，和尚给自己顶个大。我直接五龙的马自己开出来吧，万一他碎于我怎么办？啊，也行了，你开出来也行了。地府甩个无魂了，把地心控一手啊！我知道。你立即去砍须弥吧，我砍的是地心，够了。哎，我也砍了。你有罗汉了，这群体对咱没威胁了呀，对吧？说，你地府反光低，你知道吧？这我也是一把，我也是一把满路。你满路，你得先活呀。需要漫天打死我擦了。没关系，没有罗汉干不过。有个断线木，能不能断过来？断线木，断线的好不好？对面。三连飘来。高魔力了，哇！出来了，恢复，恢复了，四太多了，四分钟，再活手大，还没演一手，我们还没演一手，再活手大。我看我有没有蓝了，我没蓝了，我活不了了。你千术自己能吃蓝吗？ 我没蓝，我千术没有蓝吃了，我千术吃光。那你先走个金签。GQ, 行，你先走个金签。灵宝推手吧，灵宝推手吧，马上三手了。灵宝推好了。行，灵宝推，灵宝推。你们谁给我蓝？我给大金，我给大方举个大金就行了。我给蓝。大唐砍一号宝，把一号宝砍了，宝宝干一，把一干了，快。大唐有大金的话，给谁顶？好像不用顶，给化身顶吧，好吧。给我顶吧，给王上顶，给王上顶，给自己顶了。下回合起来了，下回合那个起来了。下回能赢了，下回起来个锤子。我们可以争他呀，下回合。他也可以争我们呢。那他有争吗？小心四号啊。我把罗汉一直盖着好了，我把罗汉再补了吧，罗汉别断就行了。地府也够，四号刚出，地府够够，但是地府效，地府不效了吧？等于四号，我可以开自己，直接把大唐活了。可以，你开自己把大唐活，大唐把四号宝砍掉，好吧？砍四号宝宝，没必要活啊。你地府这盐呐，地府直接盐，活满，地府这盐掉啊！他妈没大唐拉水跑一圈，我。地府这盐呐，地府这盐。他那个啥了呀，他有紫心啊，大唐血量是满的，几乎没有，他全是伤，他全是伤，你没开伤势，把伤势开开，你没开伤，他全是伤。延出去了吗？那我咋知道延出去没延出去啊？他得先算手啊。没延出去，回合一到的时候就说了，还会提示你。这两边的妈，估计他也是延的吧？我操！他妈他也延，真的敢赌这个人，还不是我吧？还真敢赌，还真敢赌。你得笑把他化身文哥。化身罗，好吧，你化身罗汉。我罗汉身。我笑化身干嘛？对面顶多金钱，让他放吧。不是，就不让罗汉啊，文哥，罗汉，我们法系都死了，他妈让他罗，水宝宝开我一下，大唐宝宝开我一下，大唐宝宝开我一下，五龙丹只有一个了，大唐砍宝宝，把宝宝砍了，我开吧，哎，把我打出去吧，你把我打出去，大唐宝宝开我，快点，好，没注意这个宝宝费数吗？那我不费数，这个宝宝也不费大唐吗？不费。
加完了，本来上次还有。对面打点杀的，我操了，加法连打点杀，他是怎么敢的？这是。他想干什么？这个人？他想加个法连把大堂抽了。他觉得我们大堂好脆啊，真的。他觉得我们大堂太脆了，要把我们大堂干死。你不是有法防，你是有罗汉的。他们宝宝拉不起来了，他们宝宝疯狂飞宝宝，可以，他们宝宝无限飞。下巴都活了是吧？下巴都活，我把他们女儿神封了。我先把塔踩了，现在没事把塔踩了。你把塔踩了，大堂也把塔踩了，好吧，踩塔踩塔。要不把干将踩了？加干将也行。宝宝打孩子啊，梦雅梦雅孩子吧，宝宝，给我个蓝，给我个蓝，给我个蓝，大头宝给我蓝，大头宝给我蓝，大头宝给化身 ，OK。摸孩子，摸孩子。一回合塔你要吃？笑的是化身吗？这孩子不配速啊，这孩子也不配当堂速，我跟你说。你拉金刚吧，大行的宝宝拉法系，好吧，大行宝宝拉法系，把对面的法系干了啊，直接干法系，把法系扫掉，经济五级法系。你拉金刚，我给他下把他女儿吞吧，不给他水，我肯定笑刘胜，必笑必笑。杨总给自己开了，我自己，他不会弄你，他只有意识里面建斩，不是怕他有笛子呀，三个宝宝是万有三 NT 怎么办？我最后有五龙丹要开吗？开吧，那你开吧。我避了要跟那，要不然的话对面妖两声妖住了，我们不上天了吗？这是我不开了，我最后一个魔丹，我省一点。他的不是避雷啊，他的千术啊。妈的，我也够了，有干将，金风满，不好说的。防御就对了呀，你能点单位只有他呀。就把他顶血，你知道吧？他顶血就坏了。他不顶血应该能死。不顶血是必死。大头宝拉的吧？对，高速拉的，一定是先，一定是先他妈逼全是幺六三，我操！对，不然全他妈逼是幺六三。得抽这么点。也够了，还有一只。死啊老弟，操了，差一丢丢。我们够萝卜化身够不够？不够的话，不出个孩子，不够的话大堂你活就活法器，把法器活了好吧，大堂把化身开了行吧，我把地心封一手，地心你法器出孩子，地府给那个地心甩武魂，甩发动甲，甩出孩子还是秒地听，出孩子你化身宝宝，要不顶一个，给我顶一个，有大金顶一个。没大金了，小四海也行。打一下，我没大金了，我没大金了，还有个锤子，我操，啥都没了，空。哇，操了！就看地府的一手无魂呐、啊。给力给力给力，舔过来。还行，他大堂没顶级，应该是他大堂有没有转超慢的，这个我日了。我要是秒，你要是秒的话，除非你法灵2500，我靠，1700有波动，坏了，没事，找慢慢拉起来，直接死，死个几次。我没死，我神佑了，我擦了。你这没白买啊！啊，我是他妈神佑了，不是没死，我神佑了。不是已经吸起来了吗？是已经吸起来了吗？我直接金清金掉，我直接金清金掉，你先给我回去活了，好吧？我金金掉，拉不起来啊！拉不起来啊！拉不起来，不能点啊！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金金金掉，我这么把自己血量稳一手，免得对面拉虚弥的把我拽死。给我个蓝糖果宝宝，我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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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OK， 汤姆兰你给他一个大，我上个先例，直接大秒，先例秒，别炸，别炸，炸炸炸炸罗，他妈炸死我！对，看到他们开五阶了。哦，可以，提前破家里阿姨，你小心那新出了宝宝啊！我跟你说，刚才宝宝没动，好像有些。他大娜新出，小心点啊，别把我偷了！我操，我现在有大锁了，我操。啊，我们大娜下把活了。我先把罗汉盖了，我盖罗的，你盖罗，盖罗，必盖罗。你盖罗汉，把罗汉盖了，我把对面女罗生笑掉的话，对面这波有点杀，对面这波真有点杀。你盖罗的话，我上盾了，法械上个盾，好吧，法械上个盾，我把波拉大喊，哎，不行，法系的波拉大喊，啊，地府的波拉大喊，地府的波拉大喊，大浪上盾了，把盾上了啊。法系的防一手吧，上盾了，我妈感觉这一波真的危险。不知道三号可能杀了一批啊，他刚出的，可能杀了一批，很想偷我们。没什么宝宝拉人的，这是要不动。宁愿怼的还好。你选一个三号啊，选一个三号，不知道什么东西，摸一下。如果是法系，进点三号秒。哎，他们下十手，哇操！防一手好了，妈的，贴两个贴不住，你妹呀、啊、这！防一手好，哎呦我操！还有神呢？他慢宝宝了，只要你升一次就行了。三号杀人宝宝，抽不死。可以，没死没死没死，我人顶一个，我人顶一个，你活血活，你活大唐，你活大唐，把大唐活了，行，法系给自己顶一个，好吧，顶一个，把密润起了，好吧，起密润，大唐砍三，把三砍了，三号伤害宝宝啊，把三号砍了，把三号砍了，完了，我大金不够，也没有大金了，没大金拉倒，顶一个够了，地府毒回点血吧，毒毒毒，大王自己再顶个大金吧，我不管你的，他再点你，你一定死，你再顶个大金，三号宝宝，你大金多给自己顶一个，我活不管你的。他对面这波有强风，不会的，你在外头他怎么敢强风？啊，真的强风吗？啊，这赌我的阴血嘛。把他死了呀，是啊。还行，没中，不怕，没中，没中不亏，没中不亏。死不了吧？感觉这个三宝太明显了，我打你一下。停！都直接壁垒了。你化身线里面怼一个，好吧？还是出宝宝？我出宝宝，我出宝宝。你出宝宝地府毒，好吧？你出宝宝地府毒。对面小爽没中，我把地府封了。我头上有花，我把地府封了。大行的话，你砍对面的，你砍对面的二号，好吧，法系点二号取秒，好吧，秒起来吧，秒。没有大金，我直接加先例了。加先例，大行的宝宝开一下化身，大行宝宝开化身 ，OK。快点。没五龙，没五龙，没五龙。你给自己，我刚才没看，我们先例能顶上吗？你给自己拉金吧。大金。我没顶，我看着。不是，我们能顶上先例吗？五龙丹我就有。要我龙丹的说一下，取名钻石，钻石，不挺好的，挺好的，死的也挺好的。不知道这孩子能配上放什么，能配上什么？这样能配上吗？应该带几个带的，能配上。
罗汉没了。大剑大剑。地府有罗。地府有罗，地府罗汉。一定要补罗，一定要补罗，一定要补罗。上天有可能补我。地府罗汉，你化身技能拉起来吧，好吧，化身技能拉起来，大堂给自己顶个大金。我还有个伤药没吃，我给他吃个伤药。你直接拉活他不行吗？他没大招了。我没周转了。好，来吧，地府罗汉，化身技能拉，化身技能拉，大堂给自己顶个大。你要把女儿笑一把，别让我们地府一定化出罗汉。可以可以，无所谓的。笑也不好使，他化身也比我快。这是化身要活血的吧？按理说，那边女妖生其实刚强封过，没有必要敲了。这回要只要罗特罗特就好呀，罗特就化身，化身也比我快。他化身要活血吧？要活。韩国是秒补的吧？对面还真没动，水星的。他应该是保水星，你知道吧？他应该是想怕我们点。秒二。五号那么大只须弥罩着的挂着在。我打了，没事。那边没点，有些秒虚迷对吧？肯定的，他怕我的点是吧？他水枪的应该是，应该是，哎呀，还是飞了，这样就很赚。他这样没强封我对吧？我直接活一口就行了，除非帝国无魂，那我没追，还赤裸罗汉进去。他们下步应该各种要防了，我们有把剑。但是不着急，我们现在这么低，他们都吓死我跟你说，我们现在就是赚的，他们都吓死，他是随时要防着我们点，是吧？你和尚活血去把大堂先活了，大堂你这么不点好吧，上个盾把盾上着，就不点，上个盾卡，上盾不如我继续秒二号喽，上盾不如干啥？不如砍他一刀呀，别个满天，算了，那砍四号呗，不敢点我们，上盾 安心点好吧，上盾安心点，他们这波也不会点，他们这波肯定得防的。这个盾上的没一息，我罗汉那不可能点我们了，无所谓了，反正防一手。群苗就好了。我们现在只要一直不点，一把要他命，我操！对，我们现在剑斩还捏手上捏子在，就一把要他命。他女儿防御不高，文哥。他神木林有把别的弩吧，应该是，都要解吗？他防点杀的这射魂，他点杀一定是小爽的，防点杀的。他爽了，我们只要一直不点吓死他，真的是。就是吓死他。五号注意，防御圈拉起来。我可以拉个防御圈，再说他，这很不天道的。我感觉我们可以点一手。好像没有必要，点对人的法器太过于明显了。点地府没了，地府干了。对，按地府行啊，那行，点地府行，先把地府点了，可以。烧一把地府就点了。你够破甲不？你最好丢个破甲，我怕对面防御很高。我给破了。烧一把地府就点了。啊，这把点有点冒险啊！他五号杀 NP 的话，可能咱会死人。如果不是的话，还好。你最喜欢研究力劈。不是研究力，不是缺少，你一定要注意，懂吧？这是细节。他这样拖我一把，我们有点伤了。他在防，他没时间打你。因为他也抓了一把剑斩呢。我没蓝了。没关系，我破甲了。能死，这把杀地符好，因为不杀我得笑他。差，哎呦我操，没中，算了，他摁死也行。挂不住没事，他飞动满了呀，就不用我笑他了呀。啊，死不了，伤害太低了。多小死亡的话，多10%伤害。死得了啊？你相信法系啊？法防超级高，对面。真不死。看我伤了吧。嗨，看你三个，看了好大个善报。一堆，你推个房吧，法系给对面法系甩个无魂好吗？法系给对面法系甩个无魂了啊！地府给对面的水甩个无魂吧，给对面大堂甩个无魂吧。化身推房吧，房推了房推了。你要不要喂个五龙丹给大堂？我操，别把大堂摁死，大堂当地位五龙吧，当地位五龙。没有五龙，他没有五龙了，我也没有五龙。好吧，我有三个。给喂个五龙啊，这位朋友。把你点过来，我们没人下地府是吧？
华生退房了，我退房了呀。我们有没有把对面那个？哎，有这个五龙丹就好了。没有五龙丹的关键是我们，我没有五龙丹，干净了都。谁不灵宝宝好了？我说有五龙丹哦。操作太快了，你知道吧？我是为了的时候你就扔，哎，先舔过来，舔过来。哎呦，没舔。不是操作太快了，唐博，你知道吧？你太快了，操作。我说为个五龙丹，但他没有你就位，你知道吧？你操作太快了，慢一点，有时间了现在。好。我立塔了，别让他延了，肯定不让他延了。秒四号吧，四号秒了。冰川吧，冰川吧，冰川就够了，没有必要面伤了。冰川四号吧，四号秒了。我地不消。对面他必须要顶着罗汉，顶着针点中一手。怎么顶着点？他不会点，他妈这踩串了，怎么点？闭眼点啊！这地不空了，不空了，反正也是个八十。孙哥，行啊，啊，看来没野兽啊。想啥了？这是谁跟你说的没野兽？有大我们女儿是野的。我没周转了，地府了。我还有一个，我两个，我拉吧。行，你大你换什么吧？你给我后续活了，好吧？我这边出个虫，对面身上有。你拉谁呀、啊？那不有死亡吗？下吧了，你这边先给我活满了，法系的话，你这一波，这波秒对面四号，好吧？给我。哪个是四号？人间六六六那个是四号大哥。哎，你小心他啊！行，是不是又给我喂五龙丹？要不给喂什么五龙？你冰川冰，你瞄了四，给我个大金或者给你叫我瞄的。你冰川，我让你冰川，我不让你大秒，我让你冰川。我打路，要不给地府给地府大金也可以啊！我去，点你化身了。顶着这个针来点的，顶着针小爽挂的，你大概是满血，点死就没办法了。他这伤害有点爆炸，不好说。他肯定是见我的吧？见哪家情愿啊？哎呦，我就小爽不中没关系。哇，我多少血伤害？经济五了，对面加法连了都。没死，顶住啊！我还有大金给你吃啊！他把剑扔了，我操！还有我给你顶大金，没死！我操了！我操！哎，二百三，我操！给我过大金！二百三，我这边直接给你顶大金，然后你化身的话，你这一波的话得上盾了，你得上盾！地府毒回血啊！地府毒回血！我孩子给你顶，放心，我孩子给你顶。那个对法器的宝宝给化身小爽解了啊！这把跟你说的很仔细，你冰五号宝宝，是的。OK， 化身宝宝拉霸头大能起来启动，快点地府毒！哇操，这回合太他妈险了，我操！金甲了，哎，不会解不掉吧？解不掉的话，你盾立不起来，还是要挂。还好地府是个双毒，不是个双毒你也死了。对，我操，太他妈像了，是吧？这把他妈我死直接真的是直接抬走，你知道吧？我是真抬走的，直接。再来个双毒吧。还行，骗他，终于把剑给他骗出来了，你知道吧？把剑给他骗出来很关键，我操。把剑，已经。别他妈也死！还有针呢，我还有针还行。你
花生不是没拉人吗？拉了，我肚子也慢。大唐砍，大唐砍四号吧，好吧，你们宝宝干五号吧，我干你化身活就活吧，大唐活了。有没有罗？有我们有没有罗汉啊？我这边有金青1114，我这个金需要金吗？对面会拉虚名吗？不好说。啊，我化身化身化化身的蓝够吗？给我个蓝，给我一个蓝，给我一个蓝。金了，我金了。孩子没什么事做，地府继续读呗。没人打五吗？继续读啊！哎，地府的宝宝打五啊，宝宝看了。哎呦我操，我忘记蒸他了。不一定吧，不敢吧。他不会两个人格吧。还好，妈的，我要。我要是蒸他大他没顺法顺死。顺机顺死顺机。还没。看看给不给。啊还行，他没敢。他确实没敢。他妈怎么处理？我操！这个什么局啊？好多地，好多地厅啊！逍遥城吗？有这么多地厅啊？是呀，好像是。妖梁虎头，这个地厅怎么处理？地府甩个铃铛，地扫了呗。什么？平砍吧，平砍吧，别扫，平砍一定。大唐，大唐一定是平砍，大唐一定平砍，大唐一定平砍。你和尚，你和尚给我活就活了，好吧？我把这边堆满吧，我三里面全堆满好了。行行，你里面堆满，地府甩个武魂，大唐砍，好吧？就这么地。我起个盾扛住，你得丢阵，你不丢阵呢？我起个盾扛住，他眼也是眼一手而已。不是怕他也，他如果是全魔地厅渡劫的话，咱就没了啊。那我争谁啊？我不可能争地府啊，他地府不可能敌之了，知道吧？我要争化身、争女儿没有用啊。我不上盾的话，对面大唐都把我弄死了。你上对面我问，我大唐不要贪啊，就应该扫吧？你这边贪了干啥呀？不是你有漫天，有漫天，我们下回可抬走了呀。有漫天，有漫天，你这么就只能赌，我跟你说，你这么就只能赌这个重，赌这个无魂重，赌这个断线木偶重，或者触发漫天把他怼死。我漫天也怼不死，完蛋了。好了呀，你扫是最安全的呀。还行还行，一个笛子不咋地不咋地，扛得住扛得住，笛子不咋地。我够罗了，我已经够罗了。哎，你这罗汉，我看，哎，可以，还有道理。我看看啊，够不够？我118，我操！我去活大的吗？大的活了吧？你活血活大的吗？大的活了，大唐有破血，把他破血，把他四号干的好吧？破血干四号。63，差一点，我日了，这是，那只能长驱啊，捅了好吧，把地心捅了。他没渡劫了，对他没渡劫了，他没渡劫，平砍怼死他，怼死他！地府你继续赌啊！封他一手，浩哥，你要不敢赌他封他一手？封地心，他哈过来，我们大唐要死，一定要死！他哈过来，他给我快的话，封了。他女儿应该加敌，他没敌的，你知道吗？他女儿不加敌，都是快的。你不是活血活大唐的吗？哈过来，不是活大唐的呀！我说如果他快的哈大唐还是死没盾的呀，大唐。哎，可以，没破血，他妈也对了。这有破血反而被笑了，这是。我很怕他点我们大唐，你知道吧？这回合，我操。肯定是点的呀，啊，不是怕不怕的问题，对面是肯定点的。但是对面有地形，我们不处理，那么我们全哈没啊。开无间还好，开无间我不怕。开无间是好事，开无间是好事。哎呀，终于开始神了，我靠啊！我把罗汉干了，我把罗汉干了，我把罗汉干了。大唐给自己纳金。几火起来，三火起来，三火起来。我把罗汉干了，要不你要不你要玩？我强封地府了，我强封地府了，我强封地府了。OK， 我罗汉，我罗汉。地府毒啊！大唐上个盾吧，给自己顶个大金，还有大金都给大唐顶一个，有没有？我
有五龙丹，有五龙丹不要给，五龙丹不行。OK， 我大人有自己给大进行的，可以可以可以。你地府宝把那个地杀了 ，OK。这还毒个嘚儿啊，都没毒没单位毒了。地心能毒啊，毒毒点血，四点血。他妈有罗汉，还要点，他们小爽挂的没挂出来，他们一直在点，你知道他们一直在点，我说这是我罗汉，你一定要，我操，一定要封个地，我下呵呵起来了，你孩子自己拉就行了，你孩子自己拉，我操，我没五龙丹了，没事，我有啊，我有两个，他应该不会再点了，你孩子自己拉好吧，孩子自己拉，你化身宁愿怼吧，行吧，化身宁愿怼，我把他先封一手，我只能先封了，我去啊，我们怎么扫不出去啊，我他妈好想点杀，我操，剑斩吧，干脆好吧，剑斩吧，大盘干了吧，把队长斩了，别让扫我们就行了，行吧行吧，把队长斩了好吧，小爽挂队长，把队长斩了，把些自己拉起来把他秒 ，OK OK。我自己开，我自己开，行，你自己开。哦、你神力不好开我，你秒得到吗？我开，别磨叽了。什么孩子拉人的？什么宝宝拉？什么宝宝自己拉的？我知道杨子想那么打他，我知道的呀。对，我善恶，我善恶。风卷会秒到他吗？秒得到，秒得到。你没点他，你点他秒就能秒到啊？能秒到，能秒到。完了，我舔了，我舔了，兄弟。我没我就不知道能不能没事，剑斩了，反正我操的这小死亡他妈七封印他妈日了狗了，这是对面几层里面的一层里面扫不出来就行，他扫出来我死了，没秒到就尴尬了，秒得到秒得到，他们那个宝宝是个上力批，他剑斩了没出手可以了，一二三四，刚好秒到，刚好秒到，刚好秒到。可以，还行，还行，还行。哦，吓死我！你还在宁愿再怼一手。自己五龙丹把自己吃出来吧。我操，我要杀人！别开！这演一手不过，还好。活血未必活得上啊。我上个守大堂就行了，你上个守大堂，你活去活，你活去活大堂吧，我感觉法系怎么死了，地府毒好吧，地府毒喝点血，法系给自己家先力瞄吧，好吧，瞄起来瞄起来，他还能点呀、啊、是还能点，他有剑斩，没办法，不是呀，他我这样吧，你点不了法系，点不了，点不了破血法系，点不了了，给我个蓝，给我个蓝，给我个蓝，你清宝宝就好了，你破血清宝宝都行，老黑你破血清宝宝，给我个蓝，破血炎亮堂，破血炎亮堂，他可能女儿拉大完换了红血继续点吧，文哥。还行，没中，能出手。我操，你怎么敢活法系？你胆子好大。我没时间了，我操！我刚才最后几秒钟了，我操！不是，我想活大堂了，点不过去了，蛇拉不过去了已经。不活我怎么秒？你秒了吗？怎么秒啊？哎呀，宝宝怼死他可能拉不起来，你知道吧？他就一个宝宝拉人。我上个守他，我上个守他，我上个守他。我他妈打了背包之后三个九了，这是。压死啊！大爷啊！惹爆可以。哇，这九九四！怎么说？九九四，化身给对了，化身甩无魂吧，好吧。化身没他化身快。我比他快，我比他快，我比他快。你化身给他化身甩无魂，大量破血点对面队长，把队长点了。经济五级队长把队长干了，来吧，把队长干了。啊！一定是点死他，破血压他。不是他，没他快呀。我比他快，我比他快，我比他化，我比他化妆快。你凝视他化身了吗？你不是留用我了吗？兄弟，那多了回，人的币快 A 回合了，好不好？哇操，一万二！我说的他快呀。我也是觉得他快，但是没办法呀，关键是没办法。有办法呀，我本来是给地府丢回的呀。
回到了岩的呀，你不就起来了吗？哎呀，是破血了吗？为什么？是没流云吗？是他流云了是吗？人家早就流云了，多少回合的事了，他妈三十回之前就流了。我没看到。送了一波愤怒。还好，确实送了波愤怒。还好了。被怒没送多少，主要怎么下波难受，怎么点黑谁也防不住。好。啊，有又一个三波没压死三恶，你知道吗？你继续活起活大唐，大唐剑斩，给我把这边大唐继续宰了，好吧？丢摄魂 ，OK， 剑斩摄魂，经济五，把大唐继续宰了，继续上。你不压死他，我们死定了。我们防都防不住对面的伤害，我们防都防不住。好，我们大浪扫他。1800没小伤害了，斩他应该出不了手。出不了手，你点不死，小伙，除非对面剑斩。大死亡！我操，不给力呀，真他妈！哎，不是秒过去，不是金甲就是金甲，又是金甲，只能两宝拉你，拉不起来，下不成。下不只能下不只下不只能两宝了。这什么宝吗？他妈的，对面一碰我们就碎了关系。我们费尽千辛万苦点不死他们，他们他妈动动手指头我们就死了。把二号弄了，先把二号砍了吧，让你接。大浪砍二号，我砍吧。那不是你化身扛住了，不扛住早没了，妈的！太高了伤害，你知道吧，他碰一下就死。我们一碰就碎啊，这是真的是一碰就碎。对面他妈像个什么一样，一直打不死，活见他妈鬼了呗。妈的，他妈双眼。秒爆几个啊，这是不挣扎了，收了吧，下去这把尽力了，这把真的是尽力了，收了吧。哎，其实打的还行，算的还可以，只是顶不住伤害太高了，我操，有几波不用死，你被地雷拍死那回合也有点伤，你不死顶个大金或轻轻的就会输。我那一波地心就把我吓死了，我神佑了，要不然早没了。不是现在这队伍真是地形多，你知道吧？这什么队？哇靠，这么多地形呢！他叫了五只出来，你知道吧？真是地形很多，现在都。他现在四个队伍，队伍真的很多。还可以打两个的，放心了，对方也没要了呀。我们资源用光了，你马上会失航了，关键是。没扛子，没得玩呀、啊、我。再扛啥？把孩子都跑了。这个厉害，连卡钥匙都没了。唉，输伤太高了。有看魔法系。你犯了那个他女儿防御并不高，这还可以，你知道吧？他地平很多，你知道他地平，我操，他一直在叫地平，他哪个去的呀？感觉硬件还可以啊，这需要什么？四需要什么？
被雕成吗？那个掉掉很多，摸良心说话有点东西了。他硬件有点顶的啊，是不是？这个地方前阵有虚拟的，你看又一只，我操！叫沉默郑怀楼对吗？好像是。软弟说善恶没压死他，你知道吧？他几血啊？我要不拉你试试，行不行？来，拉我试一试。地府给那个地心给他咬跑了，宝宝把他干了。地府给他地心咬跑。花色自己开五龙啊，有五龙吗？开五龙了，回来我拉酒试试吧。对你宝宝拉我一下，万一如果你宝宝神了没死，我可以直接拉起来喝三行了。孩子叫我弄跑了。好了，结束了。孩子说我还有点机会啊。结束了都。俩领导。孩子不跑俩领导吗？宣魔。哈干净了，哈干净了。铃铛一个没咬跑。这个地厅确实多，实话实说。他地厅很多啊，他不是确实多，是很多啊。这地厅叫了几只？六，这是第六只吧？应该是有。反正至少有六只，感觉有很多。全摸了，看我这血，太多。逍遥城或者是郑怀龙，我刚看到他们的宝宝名字了。对，海龙钉子嘛。这就对呀、啊，郑怀龙是钉子。反正我问了，他说他在